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媒体记者，最近呢，我们从国际的舞台上我们有两件喜事啊。第一件就是台湾在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同时也让我们的卫生署长杨署长去上台报告，这是我们的一个荣耀。那么呢，第二件喜事呢，就是欧洲国家瑞士一所大学在最近的公布2100年的世界竞争力报告里面我们台湾竟能够升到第八名，这都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国际的一件喜事但是呢，总统有这么亮丽的成绩为什么能无法获得过半数民意的支持我想主要的原因我探讨的结果就是基层的一些问题要解决的地方机关、中央机关说实在的都没有尽全力的来解决他们所需要的一些问题，所以一拖就几十年。各位大家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什么行政院及各部委尤其我们立委向行政院各部委所提出的一些基层的反映意见说实在的，重视的非常的少，完成的几率也非常的多这都是影响我们基层民意的一些支持度。像最近呢，我了解到我们农民要腾出国有林地台大实验林的国产级的林务级的已经承租使用了30年，现在要换租又受到种种的限制，无法让这些农民来承租，所受到的民怨相当的大。国税局要查税，无孔不入的查税，警察非法偷拍超市合法的抢钱造成多少的民怨对政府的反感我想我们行政单位有没有在检讨这些种种都影响老百姓对执政党的一种支持度所以我在这边民意的意见希望我们各部会地方政府要去重视要去解决，不要长幼有执行权力的我知道我看到一些有权力的行政单位那种执行公权力的傲慢态度。